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有种鸟名字叫鸵鸟，但它不会飞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据说啊，因为它的翅膀已经完全退化了，变得又短又小，它的身体呢又很高大笨重，所以完全无法飞起来。虽然它不会飞，但幸好它奔跑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